什么电话？我家里又没藏东西。有藏军袍吗？没有啊。有藏男人吗？没有啊。滚去！你怎么还不走？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一大早怎么还轻松起来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是不是笨呢？我就说我提前来了不就行了吗？哦，对哦，我去开门。哎，你去穿睡衣去吗？哼，我去换，我去换。什么情况？行行行，我开我开，来了来了。哥哥早，哎，燕哥好，各位早。丹一同学这么早？我比你们住的近，所以比你们先到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这个住的是比较近。小叶子呢？还没起床啊？要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哦，你不是离我们家很近的姚丹一吗？你果然比他们早。来学习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快进来进来进来。叶先生，我们是来接您的。他们要把哥哥抓走，有我们在，谁都不可以碰我哥哥。我们要把您接到海边别墅去。他们要把哥哥抓到海边别墅里面去虐待我呀。他们说，海边。哎，刚才有人说去海边。哎，我还听说别墅。谢谢哥哥。啊。谢哥哥，谢谢哥哥，没事没事。哥，你最棒了。可是你为什么叫他？这个，因为你跟丹毅骚年，哎，都是小齐。这很顽皮啊。哎，这次算是彻底被关到牢笼里了。但是也好。有小叶子大侠和丹玉骚年，还有这么多的小朋友陪着我。哎哥，我要去海边了，拜拜。哥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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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干嘛？在美女啊。哪有美女？你不懂。等美女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俩不经意的回头，就能碰出爱的火花。小兰同学，啊，你看今天太阳特别大，要不要我给你涂点防晒霜呀？不用了，我给你涂过了，谢谢。朱砂丹姐同学，我们还没有涂。没事，哥，防晒霜涂到了就好了。
很严肃啊，练功练得非常好。大哥，其实这个不要太紧张啊。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创作，你知道的，有时候就是想啊，对，哎，所以抽根烟，抽烟。 烟这个不是我平时喜欢抽的那个牌子啊，但是也不错了啊，还是不错。可能有时候他这个创作到比较压抑的时候呢，需要喝点酒，酒也有，你们还真是什么都有啊。这个其实这个。 你知道我们这种创作者有时候需要很多的灵感，我还要一些，比如说咖啡机。不，大哥，近点，近点，哥，疼疼。大哥，说话就说话，别生气，能让我出去透透气吗？啊，谢谢哥。那手机也行啊。哎，大哥。 学校提倡同学们走出校园，亲近大自然，感受大自然，征服大自然。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宝贵的学习时间来这个海滩度假。现在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。坐，看海，拍照。好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了愉快美妙的时光。 你在干什么？按快门，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。是有那么夸张吗？你懂什么？你到哪里还能看到这么多女孩子？女孩子不倒是都是吗？
你去就好了，反正你那么喜欢接球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没有一点团队意识。哎，我能接，为什么我不接？如果你不能让你的队友参与其中，就算你再厉害，100次也没有用。能赢得了你就好。可以试试看。打得差不多了，不然咱们先吃饭去吧。啊，不行。敢不敢再来一局？比就比。你可以试试。卷着细沙，卷乱我的思绪，得不到回应的情感又能和谁诉说？就让这漂流瓶带着我的青春卷入到海浪中，飘啊飘啊，能否飘进我意中人的心里？我也知道，这不过是一场虚妄的梦罢了。大海如此辽阔，可他的心却比这大海还要无情。小小的漂流瓶很快就会淹没在那深邃中，一直下坠。海风卷着细沙，将这小小的漂流瓶卷到我的身边，是缘分，是命运。虽不知它的主人是谁，可信中的点点滴滴无一不透露出笔者的细腻。愿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世界永远和平。小小的漂流瓶能否随波回到主人的身边，告诉他，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的一端，有个人有与他一样的思绪。回应是缘分，是命运。难道上天真的回应了我的请求？难道世间真的有奇迹？难道星星大人，你也在晒太阳啊？从前有一
个身世悲凉的姑。她每次吓别人，都比别人又吓回去。每局三局两胜，一共21球，今天定分个胜负。乐意奉陪。我是不会输给你的，我也不会。话说，我们为什么要站在对立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们还是不是好兄弟？一辈子。哎，话说，山崎和小龙同学呢？山崎同学有点小中暑，小豆已经把他带回去了。山崎同学，你还好吗？还是头有点晕晕的。那我拿冰毛巾给你敷敷。嗯，好啊。你的头好烫啊！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？中暑了吗？没接住！哎呀，没接住，没接住什么鬼呀！啊，你是吃什么长的？我都比你厉害，再来一次！是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接到。没事，相信自己，可以的。表面上我们势均力敌，但这场比赛你输定了。我要通过这次胜利，让你认识到团队意识的重要性。你对于你队友的失误，每一次都采取批评和打击的态度，而我的队友失误，我则会鼓励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方的协作性和团队意识就会越来越强，而你方的士气则会越来越低落。哼，长此以往，我们的差距就会一点也没拉开，士气低不低落都是坑队友吗？最后一球忽略了这两兄弟的废柴程度啊！行了，决胜局。果然要你还是没有用啊！我天，你还在这里玩沙？最后一球，老爷自己来。实在对不起啊。收到教训了吗？什么教训？还不是你打的。反正你输了。我没说。什么意思？扎线了。什么意思？扎线了。在线内，在外，在线内，你是不是又要耍赖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你幼不幼稚？你才幼稚！你要怎样？你要怎样？学我是不是？学你是不是？干嘛学我？干嘛学我？有种你再学一次！学！服不服气？不。好，我们再比一局，三局两胜。好。谁输了，谁吃沙子。没问题。谁喝海水？没问题。好，再来一局。好嘞。三局两胜，好，每局20颗球，好，咱们先走吧，
啊。走吧，走吧。最后这个鬼，终于找到了一只和他一样的鬼，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不再孤单了。开门，老子要出去。38比39，他们在哪？好像已经走了。有些人啊，对输赢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对啊，不较真的人最讨厌了。哎，再来。39比39，来啊！谁怕谁？